由江虎东主持水会来横向频道是一档艺人们变身创作者以各自的作品来以较高下的真人秀节目。韩国女星李英爱已确定将和女儿一起出演该节目，这将是李英爱在2016年的歌唱的明星之后第一次出演 SBS 娱乐节目。这档水会来横向频道预计将于9月中旬开播，不知道这次李英爱这次出演该节目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非凡娱乐整理报道。